第三个谁先讲错谁就赢了。许孝顺不对。对。好像把他抠掉。猜到许孝顺哥去了。哥不动，你们整个演艺圈都快拆完了，对不对？谁？瓜哥，瓜哥，主持人。他是不是不红？不，蛮红的。哎，很红，他很红哎，很红啊。您今晚起来拜提公牛。圣厨乳。王子娇了，红旗答对。我刚才是不是说他不红？他是不是不红？他是不是不红？演艺圈不少谐星。除了模仿人，连动物也能模仿的惟妙惟肖。以下是陈汉典擅长的经典角色，哎呦，请依序模仿。丧尸，哎呦，我丧尸。吉娃娃，草泥马，草泥马。OK 啦，勉强过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没啦。这段表演不予置评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可以抢答。丧尸就170、190、170、180。对，这种180、170，对，把鞋子脱掉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180、170，加上头，加上头。吉娃娃，吉娃娃，吉娃娃突然变成丧尸。很难，看点你到底是怎么学会这些的？难度没有啊，我说没有事情做嘛。没有，对啊，都没代志啊。哎，只能说他做人太可惜。太可惜。一起来看露露跳舞题，来。哎呦！好，就哎，就这样。请问，就这样。这段舞蹈是哪个节目的开场舞？天注定，这是天注定的，天注定。Oh my god！ 好，是什么舞？哎，秀秀，恭喜答对！哎呀，运来了啦！你们就在里面啊，跳一下，跳，去了。我黑社会，三哥，好，这个一辈子都难以忘。恭喜答对。演艺圈不少男星反串，扮相比女人还美。请问，以下分别是哪三位艺人男扮女装？啊？我靠！那个运动裤这样好吗？进去吗？阿翔、阿 Ken， 哎哼，纳豆。阿翔、阿 Ken、纳豆，恭喜答错。我一看就知道错的，怎么会是纳豆？对，第二个是啊，他太小了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是谁？第一个没错啊。哎 ，C 很简单呐，你们这怎么回事？对呀，哦 ，C 那么明显。我知道了。Apple， 第一个是阿翔，第二个是 Ken 哥，第三个是白云哥。白，哎，差不多，到底在乱猜什么？好，第三个谁先讲错谁就赢了。谁先讲出来？在乱猜什么？啊啊！阿虎吗？等下，谁？阿虎举？不对，谁先讲出来？要举牌才可以答。第三个是玉林哥，恭喜答对。不是啦，你看清楚，宪哥。是啦，你们看清楚了。这个，你们看清楚。太奇差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哎是哎。第三个是台志源。宪哥，看不出来。不是。好，什么答案？这个你们看不出来，知名度很低落。完了。他知道是谁啊？哎呀，知道了。大家可以提示一下，这在哪里拍的吗？哎，很简单。不是的，你看着人呐，这谁呀？谁？这个身材，这个高度，不是白云哥，拉斯哥。第三个是洪都拉斯。不对，你们好扯哦，你们。哎，你我们看不下去，谁讲出来谁就对了哈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许孝顺不对。对。好像把
对啦，我跟你讲，什么？他看到他会很难过啦。好，这一题答对可以拿两个俄罗斯方块。可以拿两片，好不好？通告艺人，谁？通告艺人吗？通告艺人。谁？嘿，不是通告艺人，也是主持人，也是主持人。陈哥，陈哥，陈哥，陈陈，陈不对，奶哥，奶哥不对，可以拿两。哎，你们整个演艺圈都快拆完了，对不对？谁？瓜哥，瓜哥，可以拿两片哦。瓜哥，是啊，这个下巴到底是谁啦？瓜哥，主持人呢？主持人，他是不是不红？不，哎，蛮红的。哎哎哎，很红，他很红，哎，很红的。刚结婚没多久。那个，戴立刚，刚结婚，戴立刚做主持人。瓜哥，我刚才讲瓜哥啦，讲过瓜哥不对啦，你也不知道。我刚心里想的是你。那个，谁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看出来了。谁？我看出来了。您今晚起来拜天公了。楚辱，李四端，谁？李四端，哎，不是那一端。天干云端乃是于西那一端都有，来为你两片哦，可以拿到两片俄罗斯。黄子佼了，恭喜答对。太扯了啦！哦，焦哥有，焦哥需要猜那么久吗？焦哥，好的。我刚才是不是说他不红？他是不是不红？他是不是不红？他是不是不红？对，获得两片，好不好？哦，没错。来两片。你们看那个腿，怎么可能是我？对哦，我腿很壮。我以为你有修图。没啦。不是，好好笑哦。